你走路都不看的吗？我扔垃圾。光天化日之下这么直白，还是不好吗？搞什么？莫名其妙。现在是2019年12月9日下午3点整，这是你让我心动。大哥，我扔垃圾。还有，你看反喽，现在是早上9点半哦。笨蛋。是吗？我沙滩是一个完全。嗯，你看我干嘛？喜欢我？你的座位在那儿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这里。哇！哟，我亲他，这不太好吧？没事儿，这里。我是说，奶油沾到你脸上了。嗯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太丢人了！这个女孩有点意思。我沙滩第二个完成。哎，好帅啊！哇！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还给我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侧脸。你不会喜欢我吧？我误会了，我没有。看我的照片，还想否认？想什么？搞错了，再来。你不会喜欢我吧？你搞错了吧？那是我的照片啊！难搞哦。哎，对了，你的照片在这里。我们都没有错与对。我沙滩第三个完成。我在这里拍风景，你怎么跑进来了？那我把风景给你吧。对了，你别走。哎呦！把偷拍的照片给我。谁偷拍你了？自作多情。还给我！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。我沙滩第四个蓝鞋收割完成。你近视多少度啊？500多度。那你看得清我吗？看不清。现在呢？快把眼镜还给我！眼镜在我兜里，自己来拿。你口袋是不是破了？啊？是吗？那眼镜。好像心动了。我沙滩第五个蓝绳收割完成。